哎，这里有鬼斧脚伞。在防我野啊，妈的嘞！我还想滑上来看我们呢，是怎样？狂战士哎，狂战士哎！小爽毁了。他爆了，他爆了，他爆了，他真的爆掉了。一个成功，一个大绝，直接把鳄鱼给秒杀。哇，我耍废了，好可怕哦！哎，好啦，讨论八卦了，别在这里讨论好不好？我们这里尽量不要讲人家的私事干嘛的，对吧？而且除非是假假话题，我操，哎，不对。哇，月鸟，月鸟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我看小王这个操作。讨论妹妹的丝袜吗？当然没问题。问过关于蜜月丹约九二去泡温泉的八卦吗？这也没问题，这只是假假。你只看这个八卦，他没有奸情吗？没有什么奸情，就只是感情好的好基友而已哦。成功，收到了鳄鱼。不用，我把安哥放掉。哦，刷起来，刷起来，刷起来！我真的觉得妹妹萌的三大要素：马尾、丝袜、迷你裙，萌死你，萌歪你，就是我的妹妹讲。你们有没有突然从天堂跌落地狱的感觉？这就是什么所谓的反差萌啊！